今天我来其实就是想和一宁把话说清楚，因为你说清楚干嘛要带人来呢？因为他之前给我打过一些电话，然后发过一些信息，然后我未婚妻都知道，所以我来这儿就是想把话和他说清楚，然后也让我未婚妻放心。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告白的吗？知道。你去他们公司是你选择的还是公司工作安排？这是公司上面的一个内部调动，然后遇到一宁我也觉得挺意外的但是问题是你还关心他呀。他说我觉得只是上下级的一种关心。那不上下级关心干嘛送人家到家呢？我觉得还等人家灯都关了才走呢。这是一个作为一个男性基本的一个绅士的问题吧？是吗？我觉得对。你觉得一个正常的男人会给前女友发这种“我心疼你”这样的短信吗？是谁都会误会好吗？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你作为一个上司，你去关心下属的话，如果你不关心他，他怎么会努力工作呀？上司对下属的关心，更多的是对他生活当中的照顾。你伤不伤心啊？你身体舒不舒服？没有谁说心疼这两个字儿的。如果一个男人真的不喜欢一个女人的话，他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去对她好。如果只是朋友的话，如果只是上司的话，真的没有必要做那些让别人误会的暧昧的举动。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他你有女朋友呢？今天这样给他带来一个如此大的意外。我之前也有给过他暗示，但是可能他没有理解到吧。你给过他什么暗示啊？属于你的哟，所以第一件事啊，就是加上我的联系方式，我的 QQ 是312-3620-495，我的 QQ 是312-3620-495，稍后我们再见。感受到过，我在想，我没有那么多的同学，我每年都会同学聚会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？为什么你要把你的女朋友隐藏起来，然后今天让我误会？因为咱们每年同学聚会我都没有参加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我，你可以跟我说清楚，你可以直接拒绝我，没有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众羞辱我。我今天之所以有勇气和你表白，就是因为我后悔了。我只是想跟你道个歉，至于你接不接受我，结果我都已经不在乎。可是所以我现在我觉得真的不一样了。四年之后他们人都不一样了，真的。我估计我现在只能跟他对上话，我只能跟他对上话。你作何感受？我们俩都是无辜的，对吧？我问一下小雷的现任女友，你的男朋友应该是准丈夫，跟自己的下属发短信说心疼你，你觉得这有没有欠妥？可能我觉得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可能也有一点，就是你认为不妥，但可以理解是吧？对，是的。
你就不怕旧情复燃？我害怕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今天来也是想看看小雷对他的态度跟对我的态度。就今天你男朋友把你带到这儿来的这种举动，这种向他来说明的这种方式，你作为女性，你作何感受？会不会有点太残忍？因为一宁总是跟小雷发信息挺暧昧的，已经影响了我们之间的生活了。所以我过来也是希望能就是让捍卫自己的爱情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？大概一年前吧。那你怎么看他的前任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跟他说分手这事儿？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爱他吧。还是不够爱。这事儿让人特别的。我只是想说，你们一年的感情和我们四年的感情相比，这个浓度你应该是明白的。什么叫我不够爱他？你怎么知道我爱不爱他？是因为我之前放弃了之后，我现在想努力的去挽回这一切。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我希望你能就是忘记过去。女孩子比较实在啊，挺善良，也不愿意伤害一宁，内心也说出来自己最真实感受。我觉得男生有点装。这有一点我弄不明白是小雷，你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约他吃顿饭，三个人见个面，为什么要在这儿三个人见面？其实今天说实话我是不想来的，是我未婚妻她鼓励我来的，因为我也看过咱这个节目，如果真的不来的话，我觉得当门打开一个空荡荡的，我觉得她可能会很伤心嘛。你是意思是说你不来你心有不忍？对，所以你来，但是你又这么残酷，这说不通啊。你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，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，把这几个字短信发过去，他还会过来跟你告白吗？我觉得我如果这么跟他说的话，他肯定会觉得我是在报复的，是在现在好像是我在